Okay. Power to the people. 大家掌声响起你的拳头。展现人民力量。滚高个拳头。参加呢个代表自己嘅，代表人民力量启动。嗱，我哋人民力量呢一个名改咗之后，即系我哋喺旧年年尾，今年嘅一月、二月呢个茉莉花革命，好似骨牌咁样，喺嗰啲中非
和中東的國家出現，一夜之間就變天，特尼西亞、埃及，現在是利比亞，還有其他國家，這些人民力量全部抬頭，現在共產黨驚到瀨尿。 OK， 今天又有人說多少個城市要 show up， 是吧？你有五個人來，他是來五十個公安，是吧？但全部是靠網上動員的，我們今天這個集會都是靠網上動員的，我們沒有錢在報紙登全版廣告，沒有傳媒報導我們會搞這個活動，對不對？我們是完全靠個網台動員，靠個網上動員，然後其他的朋友去告訴其他的朋友。今天來這裡有聽人網的舉手，全部都是啊，幾乎各位，這些就是人民力量。所有這些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國家，主流媒體都是被政府所操控的，所以他們動員的人民就靠 Facebook、 靠 Twitter、 靠這些網上的平台去動員這個群眾。今天在香港都是，你說多悲哀呢？香港的資訊發達的社會，那些主流傳媒對人民的力量視而不見，各位。所以我們是靠自己，現在個個都有個手提電話，可能有個智能電話，你都可以聽到人網的節目，對嗎？所以老少什麼生意都不做，現在做蝕本生意，搞個香港人網，玉敏有個 My Radio， 是靠大家支持。各位，這個就是互聯網的世界，互聯網的世界即是信息流通的世界，信息流通的世界就是人民的世界。如果你看報紙就真是大鑊，是吧？你看報紙就真是大鑊。喂，聽日看報紙，他可能說這裡有幾百人集會而已，對不對？是吧？所以報紙是靠不住的，我們要靠自己。剛才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不是互聯網，這個茉莉花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再一次多謝蕭若元先生。蕭先生，我們想代大家問你一個問題啊。2012叫蕭若元去選立法會好嗎？不會吧。我今天現在講的東西給大家聽，我們這個集會的人數是多過泛民這麼多黨派在主流傳媒追擊之下的一倍。人民究竟站在哪一邊？民意站在哪一邊？不需要的，我們給年輕人去，我們給年輕人去，我們都有，我們有很多，我們有很多很出色的年輕朋友啦，是吧？你們好像有萬別這些，醫生出來給人看看先，這個就是，這條喉絲等都是醫生來的，OK？ 他是